恋花，周邦彦。月皎金屋栖不定，更漏江残，利露千金井，唤起两眸清炯炯，泪花落枕红棉懒。执手双风吹鬓影，去意回煌，别语愁难听。楼上栏杆横斗柄，路寒人远鸡相应。这是一首写碧琴的词，所以七月早行，早晨上路，续写离情别墅是词中常见的题材，然而这首词写的却与众不同，别具一格。这是出现在词中的行者，是秋季春风中离别家的那种难舍难分。词中没有感情的秩序，而各句之间也很少有连接性的词语，所以词中的离情主要靠各句所描绘的不同的画面，靠人们的表情动作和引出来完成的。下面我们简单的全讲一下。首先看词的上片，月皎金屋栖不定，更漏江残，利露千金井，唤起两眸清炯炯，泪花落枕红棉冷。词的上篇啊，写离别前的情景，开首三句自成一段，表现这个由深夜到江晓这一段时间的进程。月皎金屋栖不定，这天晚上月色非常好，月光皎洁明亮，因为啊让这个栖着的鸟误以为天亮而惊起骚动，这是从听觉和视觉，主要是从听觉方面的感慨概括出来的，暗示即将动身上路而整夜不成好的安睡。月皎金屋栖不定，更漏江残，利露千金井。更漏江残，古人啊用铜壶滴漏，当然实际上一般的人家并没有这个条件。更漏江残就是说天快亮了，漏要漏一夜的漏要完了，利露千金井，那个井上那个露露啊，这个提水的那个露露已经有人在那打水了，听到露露的转动的声音，有人家已经起早起来打水了。这三句从深夜的宿舍又破之景况，均有离人与枕上听出，跟下面所说的唤起脸眸青炯炯，泪花落枕红棉冷，唤起是前面三句这些不同的声响造成的结果。一个是听到鸟鸟夜里啊经常骚动，这个听到利落的声响等等。青炯炯就眼睛瞪开，证明他没有好好的安睡，经常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睁得大大的。泪花落枕红棉冷，可见呢双泪流泪很长时间，已经把这个枕头都打湿了。这首双风吹鬓影，去意回煌，别语愁难听。楼上栏杆横斗柄，路寒人远鸡相应。
古代的一些史词啊当中，写送别啊经常是安排在黄昏时候，但这一首多多安排在早晨。写送别和别后的情景由室内转到室外，这首双风吹鬓影写以难舍难分的情况，行人还是不得不走了，女子紧紧地拉着他的手，两个眼睛深沉地互相凝望着。哎，吹鬓影写女子的反应，这就是写实，表现出临别仓促和极度的悲伤，来不及也无心收拾装打扮，极其生动全神，在行人的心中刻下临别前的最深刻的印象。双风是早晨已经很有寒意的那个风，吹拂着女子的鬓角鬓发，使得她鬓发散乱，增加了一种黯淡凄凉的送别的氛围。去回黄碧玉愁难听，意难舍，难得有心有志，极度要走又挪不开脚步，两人是有千言万语要想倾诉，但离别的悲伤压倒一切，什么话也听不去进去。碧玉愁难听，难听不是不好听，而是叫人欣赏不忍听。雷上栏杆横斗柄，路寒人远即相应，这是写别后。前句写空闺，后句写旷野，一别而脸面俱到。闺中人的天涯之事，行人的流年之情，均不是用言语所能说尽的，所以以景来结束全词。写到意犹尽而意无穷，栏杆是红写，乐府心在行当中就有月落深红北斗栏杆，红斗柄就是北斗星的柄，红且底是快天亮了，古人往往起早天不亮就上路了。栏杆红斗柄写天上那个北斗星的那个斗柄啊卷这个横着，说明天快亮。神医府药师傅子谜就说，结局需要放开，含有余不尽之意，以景结情最好。路寒人远即相应，情缘有缘是以景结情的。前面已经双风吹鬓影，已经到快下霜的这种节令了，路寒人远又传来鸡叫声音，说明他们早行啊，确实走得很早，鸡子才叫他们就已经上路了。过去啊是鸡叫三遍天刚亮，鸡子叫头第二遍的时候天还远远没有亮，他们路寒人远鸡相应，一家鸡子叫，整个村子人家家家鸡子都跟着叫了，鸡相应写得很生活气息很浓，写这个很真切的感觉。全词讲别情别时和别后的情景一一写到，画出一幅离俗性的早行相别的画面。此种没有浓烈情感的直接抒发，各句之间也很少有连接性的词语，主要靠所描绘的不同画面并配以不同的声响，形象的提出时间的推移、场景的变换、人物的表情和动作的观察，表现出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。这首词啊我们也就讲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关于周邦彦的词今天也就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